38岁陈乔恩和37岁张柏芝同框，网友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陈乔恩38岁，张柏芝37岁，他们俩同框，虽然他们只差一岁，但是看起来差距确实不是一般大的。陈乔恩一直单住，还要准备嫁个好老公，当然要准备时刻保养。而张柏芝已经是两个儿子的妈妈好多年了，一边要忙工作的事，一边还要带住孩子，确实辛苦，所以就算保养也肯定比不上单住的陈乔恩。明显陈乔恩的皮肤白皙水嫩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再加上性感红唇，流露出少女的气息。而张柏芝的皮肤稍粗糙些，黑一些，而且她的脸是尖一些，所以和陈乔恩比起来，看起来自然老了许多。张柏芝离婚后，一个人带住两个儿子，一边工作，十分辛苦，所以变得不再年轻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其实年轻时候的张柏芝也是我们的女神之一的，确实很美。参考来源。